the dedicated father is tragically crushed to death by a falling tree. As his son grieves the loss of his father, the cold-hearted mother has boarded a train, leaving home behind to start a new life. The son realizes that his mother considers him a burden and wants to abandon him. What was once a happy family is now shattered. The son vows to change his fate through hard work. 20 years later, he is the world's top hacker. A tycoon goes to great lengths to hire him as the chief engineer for his company. If the company needs his expertise, he will help. Otherwise, he is free to sleep at the office. However, when the chairman's daughter sees this, she immediately flies into a rage. 白天睡觉的。 醒了？是，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开除。我被开除了？怎么？你是觉得我开除不了你？那倒不是，就是到了。HR， 这人干什么的？抱歉，陈总，我们这儿暂时没有这个人的资料。没有资料？ 你是这个公司的？是啊，一个月工资多少？10万吧，具体多少记不清了。一个月10几万的高薪，你就在这儿上班睡大觉？你把陈氏集团当傻子耍吗？放任这种蛀虫留在公司，你们干什么吃的？陈总，这个人应该是走后门进来的，要不然我们这里不会没有他的资料。上班睡觉？ 还总工程师，我呸！就是昨天晚上通宵加了一宿班，现在睡觉有什么问题？通宵加班，首先这是你自愿的，不能作为影响你白天工作的。其次，为什么工作不能白天做完？怎么，女工的白天很忙吗？你还笑？滚！收拾好你的东西，立马滚出陈氏集团！ 陈总，那个吕素毕竟是个总工，就这么开掉会不会？总工怎么了？上班睡觉，你以为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能力吗？喂吧，怎么了？你走得急，有一件大事儿忘记叮嘱你了。咱们公司有一个姓吕的，你千万不要动他。姓吕？喂，女儿，怎么？咱们公司有多少姓吕？应该有不少。陈总，您看都在这儿了。 他是你爸爸，我三顾茅庐才请到的人才。现在专门负责咱们公司的服务器架构和虚拟现实产业，事关咱们公司的命脉啊！虚拟现实有了，吕树，斯坦福大学博士，本身还是世界排名前10的黑客。爸爸，你说的是吕树吗？对对对，就是吕树。咱们公司有个名字和他差不多的，那人啊，就是个走关系进来的花架子。 找机会把他开了就行了。你放心吧，我早就把他给开了。看得不错，继续加油。等我病好了，可要去公司视察的。您就放心养病吧。我就说，爸爸绝不会允许这样的蛀虫留在公司的。你还瞎担心？是我多虑了。不过陈总，您不去看看那个吕树吗？长得又帅，学历又高，又有技术。算了。不过我有个朋友。 原来我们陈总是心有所属啊！是同学还是网友啊？陈总，大事不好了，公司的服务器系统又崩溃了。